假装管我姐叫媳妇。你们喜欢跑单买的呗？用你放屁，哪个用你买的？还得是你、啊、媳妇。刚耍？我说还得是你啊。不对，你刚刚那还有俩字儿。没有啊。听错了吗？你听错了，你岁数大了，你正常。不对，你刚刚我有媳妇儿。你有病啊！我说的是还得是你、啊，姐们。听错了。你听错了。给我背一口呗。没长手啊。哎，求你了，媳妇儿。听见了，这回我绝对听见了。什么呀？你管我叫你真逗，我咱俩可是姐弟呀、啊，亲姐弟。你喊啥？你那水姐，你喊啥呀？你咋了？你找对象受刺激了，疯了？你就是找不着对象，你也不能研究我。我是你自己。不是你停，你们不也找不着对象吗？我就可以叫两声，满足一下你。就你满足吗？到底是啥？行了，你赶紧洗吧，我先走了啊。干啥呀？再待会儿呗。你干啥呀？你洗完，还挺白。你走那么快干嘛呀？等等我。哎，你别离我这么近啊，咱保持点距离。干嘛呀？距离产生美啊。拜拜。不是你去哪我送你呗，媳妇儿。